大虾油锅炸得白白胖胖，还有一颗颗花枝丸等着被端上桌。长条桌上二十几样菜色，整条炸鱼快被扫空，还有裹满酱汁的棒棒腿，超大一盘的茄子让你吃得够。花生炒豆干和香肠片也超下饭，要炒蛋要鸡腿通通都有，各种菜色摆满长桌，不怕你吃。大家一盘接着一盘夹，因为桌面全部菜色让你吃到饱，只要99元。啊，这个99块吃到饱，当然划得来啊。人家小个短袜，老板不怕人家吃。 这里其实是一间婚宴会馆，碰上疫情停业两年，重新开幕，直接转型开自助餐，主菜加配菜无限吃，二十几种菜色随便加，不限时间，只收99元。还有外带便当，三样菜色一样主菜，只要60元。我这几天有到过来，那每天的菜色几乎都不一样，很不错。疫情对你来讲有什么应用？完全应用，我本来是在做西餐厅，90块的自助餐是一饭店的普惠的做。 因为疫情，收入归零，婚宴馆业者自救，99元吃到饱比一般自助餐还要划算。疫情冲击全国，苦哈哈，只盼苦撑下去，度过这波低潮。记者洪富仁、罗彩瑶高雄报道。 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喽。好，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，会还原变成了水哦。这个换句话说是完全不残留，也没有任何的污染。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，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。小朋友、baby、儿童、孕妇完全都可以用。欢迎大家上快点购。